范例下载咯，范例。好，那第一件事情，我就先在，就是请打开 Chrome 浏览器。打开 Chrome 浏览器之后，麻烦请在这个地方网址列，请输入 https://go.gl/ytzrxt。好意思，这边没办法放大，可是你们讲义上有就不写了。好，然后请按一下 Enter 键。今天12月4号，然后范例，麻烦请点12月4号那个范例，有2个档案是要请各位下载下来的。好，第一个出口，第二个进口，就是从民国100年开始，一直到今年，应该说到去年，因为我模拟的情形就是5月份那个时候来上课所取得的资料，然后到时候我只想跟你们再分享，当我今天我有新资料，例如说2021年的资料，我要怎么样放进去，放到我们的一个等于说是暂存伺服器里面。然后重新整理，所有的图都画好了。我想要教你们这件事，就是你不要在那边每次像 Excel 重复又再重做。现在我们学这一套软体是不用重做的，就按一个按键就完成这件事。好，那麻烦请各位点这个出口左上角这个图示，请点它。请点这个下载图示，还有进口左这个档案的左上角，请点它。当然了，假设你已经登录，那就请你用滑鼠右键，用滑鼠右键也有一个下载的这个功能选项，请把这两个范例档案下载下来。我等一下会告诉你，这些资料不是我的，这是那个我们进出口什么商业工会，这个单位所提供出来的，它好像是反正一个好像是半分官方的一个单位就对了。可是真正提供这个资料好像是行政院底下的一个单位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一个档案要下载，所以麻烦请点回去刚刚这一个网址，请到成品观摩里面找这个范例，要请你们下载下来。一样下载的话，就点这个外贸数据应用分析，下载下来。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说，可能有一些公式，还有数据清理，我都帮你们清理好。其实不是，就是上一次课，我希望是一个连续，你们到时候就都拿到这些影片，就可以去做一个很完整的学习。这个他是要存取，要存取去。不用啊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就点它，然后就下载下来。对，是。这个，不要打开，不要打开，不要放着就好。对，就放着。这个就是这个。是用 Mac 是不是？那个不能用，那个不能用。对，iPad
他配的是手机版，他只能看，他不能点击，就是他可以看到，可是我要发布之后你才能够看到，一定要用电脑。觉得你的电脑是开一天的就不是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再继续。我先稍微继续一下，我等一下去看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成品。等一下，我是拿它来做开始讲解。好，那我们的资料是来自于什么地方？所以我稍微也想介绍一下，让你们知道。我们的资料，我只是稍微跟你们讲一下，这一次使用的资料，这不是我做的，这是别人做的。好，所以在这里，它是财政部提供的一个资料。所以如果你去打那个大数据分析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如果你去打那个就是开放资料，然后你会找到就是我们就是政府提供出来的这个开放资料，你再去找财政部它提供的资料这么多，然后这个是贸易统计资料查询，接下来要选择的是这一个。这边有看到国家地区货品交叉分析表里面的，例如说进口，有进口，有出口，我选择的是这个进口，其实都要选嘛，有进口也有出口。好，那我到底要哪些资料呢？我要的是全部。是啊，不好意思。是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是是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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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院长，谢谢。老师，你刚刚已经下载了吗？我们不用再。对对，你们不用，我只是告诉你们来源而已。对，告诉你们来源在什么地方。老师，我们下载这个吗？对对。还有下载哪一个？还有右边。右边是哪？因为你这不够，你这个。啊 ，OK， 往右拉。应该是往左了 ，Make 它是往左，那个 IBM 才是往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，就是说这边选择全选，这边也选全选，就是我针对国家地区别是全部，还有针对那个货品也是全部。那上面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像例如说110年它不足一整年，现在才12月嘛，它不可能公布12月的进口，11月它都还没有公布，它只公布了今年的1月到110年的10月，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。再来建议各位，它这边有分月报表、季报表、年报表，我这边选择的是月报表，这个就是一个月每个月提供一次的月报表。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这个输出的模式，我建议你们一定要选 CSV， 在大数据分析里面尽量少用 Excel 这种格式。
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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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等我一下，我这边快讲完了，快讲完，就是剩十秒钟就讲完。这个试算表选 CSV， 就是反正下面所有的资料都是我们最关心、最需要的。然后记得就是这个 CSV， 这是我也必须要特别强调，请你们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。然后只要点查询就好了。整个资料，如果你第一次下载，你干脆就从它最原始的这个90年开始去下载，它是绝对可以让你下载的。好，这样理解我意思哦。只是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，只是我缺了今年的资料，所以记得我是做这样子的设定，然后点查询。可以了解吗？例如。